同志们，这个叫穿越啊，这个叫真正的穿越，我来穿一下啊。太好玩了，真的。工程，好大一个工程。还有一堆呀，设计失败做长了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俊啊！这是异形40周年，我们的异形团队的所有的知名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，宏伟壮观，就是不知道车怎么出来，管家说要把这个取了，要擦玻璃。然后车怎么进去呢？好好看呢、哦，看这风吹下。生平第一次，没有。现在通过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，哎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啊妈呀，杨老师和郑玲儿在这边的，怎么通过这个异形水帘洞？哎呀妈呀，你看，它穿过来了啊！然后晚上我还要穿一道进来，妈呀！那每天这是在经历什么呢？这是啊。